大家好，我是周深。看着你走到首首华语金曲值得我们细细品味，让我们以歌会友，用歌声深入人心。生生不息嘉年华，星期日晚7:30，82台。宋亚轩，宋亚轩，你现在在紧张什么呢？懒羊羊喜欢宋亚轩了，太厉害了！你吃了这个苹果，台词大家只要你吃了这个苹果。我记得是安琪，我上屁屁喽，是这个吗？还有什么台词啊？还有是，哎，好像甄姬的吧？真的会有人心疼阿福吗？阿、啊，这个心疼这么简单？宋亚轩，你是怎么展示这个心疼？你是声优吗？我是歌手。生生不息嘉年华已经播出3期，反响非常好，无论热度还是收视率表现都超过预期。而随着节目的推进，嘉宾们的互动和表现也渐入佳境，随着歌曲的选择面越来越大，舞台的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。生生不息嘉年华第二主题下半场节目第4期的歌单已经公布，这一次男队和女队又将展开一场激烈的竞技，一样颜色的歌手将进行比拼。我就看看谁跟我，对，我下一场那歌有点猛。我们会是谁啊？红姐。你叫吧，红姐。配上气场全开的韩红大佬，也怪不得男队都是面露难色，毕竟上一期的各位男嘉宾面对7个葫芦娃要平均到5朵金花局面时，个个都是百般推脱，不愿去女队成为最靓的仔，气得大姐大韩红也是霸气喊话，直接放弃多余队员的加入。其实一期的合作自然没啥，但一整期的战队各位弟弟也是生怕做不好，最终队长宝座也给到韩红和孙楠，有实力观众后辈的两位大佬坐镇，两队自然都是自信满满。尽管观众都很是认可韩红老师充沛的情感和嘹亮的歌声，可谁料男队更是卧虎藏龙，古巨基和陈楚生深情空灵的嗓音一出，直接让人为之感动。周深 OST 小王子的称号也不是空穴来风，可惜对上老实般严肃的韩红，社恐两兄弟那是一个比一个怂，因为一比拼赢了输了都是少不得争议，而兄弟俩更是抽到杨幂的爱的供养。路透中有网友在场外都被周深的歌声震惊到，这声压也太强了吧。
两人的歌声也是宛若天籁，飙高音掀翻现场天花板，场外都听得震撼人心。《爱的供养》是电视剧《宫锁心玉》的主题曲，发行于2011年2月。歌曲音调平缓，之所以火起来，主要在于曲调旋律太抓耳，不仅好听，而且唱起来朗朗上口。对于这样的一首歌曲，唱功强的周深和编曲强的汪苏泷，预示着一场精彩纷呈的音乐对话即将展开。最后，两位年轻的实力歌手究竟会唱出什么样的效果，真是让人狠狠期待节目的播出了。Hello， 江苏卫视的朋友们，荔枝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，我又来了。首先是一如既往的就是用心，然后会在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上会有个比较酷炫的一个展现，因为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一直都是一个视听盛宴，不仅是所有的音效啊，包括歌手老师们的声音上的表演，还有更多的是我觉得在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歌手也很幸福，可以享受一个很用心的舞台，尤其这次的舞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具象化的呈现，而肉眼可见歌词里面写的每一句，期待一下吧，是哪一句呢？今年是周深第5次站在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的舞台，2017年跨年一首身骑白马惊艳全场，2021年跨年周深还原经典曲目 My Heart Will Go On， 温柔婉转令人沉迷。一年之后，周深与虚拟技术在线的邓丽君合唱《漫步人生路》，小城故事《大鱼》，实力唱将的隔空碰撞让人惊喜无限。去年，周深与京剧演员一同演绎《光亮》，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的双向奔赴让人念念不忘。今年，周深表示将会在特伦苏更好2024江苏卫视跨年演唱会，一如既往的用心，将带来炫酷的展现。让我们期待周深会带来怎样的新玩法、新故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深，祝大家冬至快乐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大家都说冬至大如年，那既然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一定要非常非常有仪式感才对。所以呢，给大家带来了一首诗，送给大家，祝大家冬至快乐。这首诗是这样的，诗的名字啊，取得太好了。冬至好想和大家一起放个假啊！自古冬至大如年，期盼人间小团圆。既然团圆，好想和大家一起放个假啊！好想给嗓子放个假，国庆节以后就没有假期了，成年人也需要一个小小的寒假。好想给日历放个假，冬至不应该在冷冰冰的日历上，应该在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里。好想给所有工作群放个假，冬至是黑夜最长的一天，天黑前通通都给我回家，饺子、汤圆、羊肉汤、糍粑，做个嘴馋的孩子吧。冬至大如年，过年应该是你从头到脚都闲下来，只有嘴很忙的一天啊。冬至好想和大家一起放个假啊，好希望假期能像饿了么的饺子一样准时到达。祝愿大家冬至快乐。